主席王教授，尊敬的郭会长，孔校会的各位同仁，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年五月，我们孔校会的名誉会长陈庆立先生啊，在台湾跟我见面的时候啊，曾经提到，希望听我讲一讲，儒教是不是宗教？他说孔教会的会员们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课题很好，我可以从我所研究的比较宗教学的谈一谈，会比较清楚一点。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也很感谢我们孔教会的安排跟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兑现对陈先生的承诺。首先花20分钟的时间呢，来谈一谈我个人对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看法，就教于大家，接着再进入儒释道的天人观，这个我们孔教会建立我讲的主题。事实上这两个题目是互相关联的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儒教是不是宗教，就必须先探讨宗教是什么意思。宗教有好几个意思，有几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呢，是日本一个著名的佛学者叫中村元那卡穆拉先生。他说宗教这个词啊，最早出现于汉传佛教的典籍里面，佛教的典籍里面。什么意思呢？他说关于究极真理，究极真理的究极真理的教导，有没有说啊？叫究极真理教导啊？那么这样解释有没有道理呢？宗教为什么叫究极真理呢？有没有根据呢？是有根据。它是根据庄子啊，就我们道家哲学的经典，就是庄子最后一篇啊，《天下篇》里面是用“宗”这个字、啊、来表示天地万物的根本根源，就是刚才林教授讲的。宇宙造化的源头就叫宗，庄子叫宗、嗯、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呢，就是究极真理。究极真理，究极真理这个词，这个汉语词是日本学者用来翻译英文 ultimate truth， 宇宙根本的那个 原理，最根本的最高的那个原理叫 ultimate truth。 我们中文呢翻作什么？终极真理，始终还终，终极真理、啊、日本人叫究极，可是我们汉传佛教的学者也有人使用究极真理这个，采用这个词，所以两个是通的，究极跟真同一个，同一个。那汉传佛教早一传统上叫做究竟，究竟真理，究竟实相，这三个词是通的啊、哦。那么我们在中国哲学上最早出现的这个究极真理的概念是什么？请大家知道懂一讲，我不是考大家，是说希望能够了解一下，跟我能不能沟通。最早出现的究极真理的概念是什么？中国哲学在易经的时代，宇宙最终源头就是万造造物，在宇宙造化的最根本的源头，那个叫什么？太子。对了，有知道跟我可以沟通。你看那个太子是大底下一点，表示超越的、绝对的、无限的。那么极就终极跟究极啊，所以太极这个名字用得太好了。那么宇宙万物的根本本体，等一下我们讲本体好不好？也究极真理是本体啊。那么在我们如易经以后的儒家的究极真理是什么？一个字，大家讲。儒家的究极真理啊，天。对了，天啊，天理，天理。所以孔子对天理的教导就是宗教嘛，对不对？就是，因我们这个从这个庄子最后一章《天下章》所讲的这个庄子，其实就是讲天理。大家如果家里有庄子的，可以翻看看最后一章，就讲天理。以宗为天嘛，因为以天为宗嘛，以德为本啊、哦，叫做这个。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你领悟了这个宗，你就是天人，你就了解天理的一个圣人，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不会管日本这个中村先生怎么样解释，不管他，我们光是从庄子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所谓宗教就是指天理的教导，天理教导，所以儒教就是宗教。这 by definition 很正确 ，by definition， 对哈，这第一个，第二个解释就是我们汉传佛教本身解释，它解释什么？宗教就是遵从圣教，遵从圣教，啊、哦，他把尊宗成动词的，跟刚才解释不一样，动词啊，遵从是动词嘛，对不对啊、哦？遵从圣教就是佛的教导，啊、哦，那么按照这个定义呢，我们儒家遵从孔孟圣教是不是宗教呢？当然是宗教，这 by definition 没问题，很清楚，对不对？那第三个定义就不一样了啊、哦，在这个十九世纪中叶啊，日本开始跟西方接触，啊、哦，就签订了那个通商友好条约。日本人首次碰到 religion 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教到日本传教了，这个问题必须在条约里面规定清楚啊，啊、哦，可是日本文化跟语言跟我们当时的中文一样，没有这个概念。没有 religion 这概念的，所以日本学者就借用佛教、宗教两个字来翻 religion， 就是制度性的宗教。基督教、佛教是基督制度性 institutional religion， 对吧？我们现在是用词嘛，对不对？那么现在就问了，就是我们儒教是不是制度性宗教呢？制度性宗教一定有它的组织嘛，有它的一套的这个教义、教条，一套崇拜的仪轨仪式。甚至还有宗教神话，儒教是不是宗教呢？这给大家去思考，我们这里面时间讨论。但是我必须指出，这 religion 这个字虽然在一般社会的用法是指制度性的宗教，对不对？跟中文宗教一样嘛，基督教、佛教、这佛教，这个都是宗教的意思，这样嘛。可是，在西方的宗教学、宗教心理学，这是我所研究的领域，比较宗教学。啊、哦，还有基督神学，什么是 religion 与不同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刚才所讲的佛教的解释，尊崇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这是我们在做比较宗教研究的时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到底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字啊 ，religion 这个是发源的拉丁文的 religio， 什么意思呢？人对神圣者的崇拜、崇敬，就叫 religio。嗯，所以以后这个西方的宗教学家、心理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心理学都是采用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啊。第一个啊，我们看看啊，那这个美国心理学之父啊，叫做威廉·詹姆斯，非常有名的美国心理学第一个被英国请去。英国讲学的这个哈佛大学的大教授，是宗教心理学的创建人威廉詹姆斯，他说宗教什么 ？religion 的意思是 religion 就是人跟神圣相遇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感动、感恩、赞叹、向往那种感情跟体验呢，就叫做 religion 啊、哦，这是宗教心理学者啊、哦。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德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跟宗教现象学家叫做这个斯莱马赫啊，他把宗教定义为跟人渴望啊，人渴望跟神圣建立直接关系那种感情那种情怀，建立直接的关系，不经由教条教义，不经由牧师神父的引荐，直接你跟上帝最高的神圣建立关系，那个就叫宗教啊。这是神学家啊。那么第三个，我要多花一点时间讲一讲了。就刚才我们这个我们教授所讲的啊，这个田尼克先生啊，田尼克先生。在德国的神学家，不德国籍，是美国神学家德裔的啊。这个 Paul Ehrlich， 这个我们台湾翻田立克，中国大陆翻地理系啊，因为像德文那个字很不好翻译，所以翻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地理系他怎么解释呢？解释这个宗教信仰呢？那宗教是一种啊，
人有限者就人呢、啊，渴望无限的神像的那一种情怀，这叫终极关怀。为什么叫终极关怀？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来自那个终极的源头，啊、哦，那个源头啊、哦，所以我们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渴望，渴望着将来能够回归那个源头，啊、哦，但我们现在的这个渴望已经非常淡化，因为被我们的欲望啊、哦，现在的欲望太多，没办法想念。古代来的比较单纯，能够感受我们那个源，要回归那个源头，所以叫终极关怀，宗教信仰就终极关怀啊。哦人的终极关怀，他说、啊：“这个人类的心灵之所以渴求无限的境界，是因为有限的人呢、啊，这个他以这个无限的神作为他皈依之所，他将来回归那个地方。哦，有限者就是人。”以无限者作为他的皈依的皈依之所啊，是当人能够进入那个无限神性的领域的时候，他一切的需求愿望都得到满全了，得到满全了。嗯，这个道理呢，我们从佛教来讲就比较清楚一点。释迦牟尼佛悟道的时候，第一次开讲就讲那个四圣谛的道理，叫苦的道理啊。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再多的财富、名利、地位、男女情爱的满足，都没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跟快乐，没办法感到真正的圆满，没有。嗯，只有当你回归到你的至善本性的时候，回归到你的佛性的时候，你才能感到你终极的安，最近终极的安乐，就极乐，极乐终极的安乐。嗯。一切都得到满全了，啊，满全了，啊，所以这个从这个我们去看来了解之后，这个田立克先生说，当你回归到那神性的时候，你一切都得满，一切圆满。你看，这个我们的本性是圆满自足的，无所欠缺的。那西藏佛教叫做大圆满，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大乘佛教。就是终极安乐，就极了终极安乐，嗯，一切都得到满全了，就回归到源头的时候啊。所以，那么德国的神学家这个田立克，他体会到这个道理，嗯，你回归到了神性源头的时候，一切都得到满全了，啊，嗯。所以，当人体验到那个神性的时候，会由人产生一种五体投地的前进之情。五体投地，前进之情啊。那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跟那个孔子所讲的道理是很相近的啊。那我在一篇很长的文章里面呢，就谈到这个孔子所讲的这种这个对神圣力量的前进之情，跟田立克那个非常非常相近啊，非常相近。这个我那个写得很长，我就简单把那个要点讲一下啊，讲一下孔子怎么讲呢？就是他孔子提倡祭拜的鬼神啊，不是我们世俗所那个存在我们心外的那种鬼，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鬼神呢是究竟太极本体，嗯，太极本体所阴阳二气无限的智慧跟功用。无限的智慧跟功用，啊，就叫做鬼神，嗯，所以中庸有一句话：“鬼神之为德，生乎哉？”就阴阳二气的是无限的功用妙用，它能产生宇宙万物的有它重生的，是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啊！是体现万物的创造跟运作不可或缺的这个太极本体的妙用。它叫体物而不可移，中庸体物体现万物的创造不可或缺的东西，哦，所以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那鬼神，哦，是阴阳二气的妙用啊，哦，鬼神。体物而不可移，哦，是中庸里面非常有用的一句话，体物啊，体现万物。
再来啊，这我们以这个祭祀啊作为这个媒介，嗯，能够跟至上神性相感应，嗯，而启发一种虔诚之情、虔敬的感情啊，以及我们本身所具足的那个神性，就佛性啊。这个孔子提倡祭拜祖先啊，啊，祖先是祭拜祖先做一个媒介，能够跟宇宙至上的那个神性互相感应，啊，这是一体东西。跟感应的时候呢，产生什么呢？仁爱纯诚的至善之德，仁爱至善之德啊，使明德归厚啊，这些这个啊伦理所明德是人民的道德能够回归那个敦厚的仁爱之德，叫使明德归。说祭祀的目的，祖先的目的，就是能够回归那个至善之德啊，这是中庸跟伦理里面所讲的话，以天道引领人道。以天道来引领人道，以人道实践天道，这是一体，人道跟天道是一体的东西，啊，这是易经跟儒家本体论人文精神的旨趣啊，有跟世俗所谓的鬼神，把鬼神当作外在的东西来崇拜，那个思想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人文宗教的精神啊，所以孔子这种跟神性相连接的祭祀观呢，啊，是敬天思想的表现，敬天啊，敬天就是宇宙最高的真理啊，究竟的究极的真理啊，跟神学家田地克所论述的神圣感情相遇的时候，升起五体投地的感情啊，宗教情怀是有相通之处啊。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说儒教呢是宗教，跟儒教就是宗教，不是我们所说的宗教。而是发扬人文经的人文教化的宗教，啊，不是崇拜外在人格神，外在人格神，啊，那种宗教，而是人文教化的宗教，好，在底下讲这个孔子的名言呢，啊，见鬼神也远之啊，这是我们在陈清立名誉会长建议我补充的一点，啊，见鬼神远之，大家都听过吗？啊，孔子的名言嘛，一般解释说我们表面上尊敬他，可是避开他，不要去跟他打交道，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就把鬼神当成负面的东西嘛。其实孔子不是，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刚才讲过，鬼神就是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那种无限的智慧、聪明智慧，就叫鬼神了啊。所以见鬼神不是那个意思，见鬼神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尊敬畏这至上的神明，而不要去迷信他，不要迷信啊，这个敬鬼神的原则。底下我引用这个明代的这个大学者、大修行人莲池大师所讲的话啊，他就是说这个嗯，就只要能做到按时祭祀，嗯，祭祀的时候能尽到礼节，这样就可以了。就见鬼神的原则，就要礼节啊！你不要向神祈求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要想你看能够跟你通报吉凶啊，降福给你啊，降灵通使你有灵通，不要讲这个东西，就已经不就已经入了迷信了啊！这个就不是见鬼神的真的意思，见鬼神就至上的神明，最高的神明，敬畏他啊，而不要。要保持用礼节来处理人跟神的关系，就从孔子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所以孔子教导我们要敬畏神明啊，远离迷信，嗯，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孔子是在回答他的弟子叫范迟的时候，在《论语》里面，问他这个什么是智，什么是智慧。孔子说：“你能够敬畏神明，就鬼神了啊，而不迷信，那就智慧了。这个跟基督教所讲的敬爱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基督教有一个名言嘛，意思差不多了，意思差不多啊。”
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见差不多一样。如果按照我们事实说敬鬼神的原则是逃避鬼神的话，那根本是愚昧，就不是智慧了嘛，这不是孔子的意思啊。东方的儒释道的这个圣教就超越了有神论跟无神论的二元对立，它发扬了究竟真理、究其真理，刚才讲究其真理，天真如，佛教叫真如，道教是道，的本体的智慧，开启了仁爱、包容、和平、非暴力的普世价值，是东方我们儒释道的圣教，所以是超越了有神二对立的思想，不是无神论，也不是无神，不是无神论，而是超越神论、本体论。我们这个陈庆立这个林会长，他叫做这个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意思差不多啊。各位可以参考他一本书，就是《理性时代》，他有本书写得非常好，讲这个道理，自然神论啊，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本体论，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儒教的信奉者应该深入体会。天道天理的圣教，有体会跟了解这个圣教，而升起对于儒教的信心、圣教的信心跟信仰啊，建立了个人跟天地灵教默契的直接关系，作为安身立命跟做人处事的指路明灯啊。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教就是宗教，是人文教化的宗教，你可以这样讲啊。好，那人文这个跟儒教是不是宗教，就讲到这里为止。它是人文教化的宗教，而不是一般的你们信鬼神那种的，不是那种宗教，人文教化的宗教。宗就一直就遵从圣教，遵从的意思，就这样解释。所以儒教就是宗教。好，那底下我就解释这个。儒释道的本体论，天地人一体，本体啊，本什么叫本体呢？本是根本，宇宙万物的根本叫本。体是比喻，用身体做比喻，因为我们人有这个身体，才能够做各种事情，成就各种事业嘛，对不对啊？整个人类的文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才能建立的嘛，所以有体才能有功用啊，用这个来比喻啊，宇宙的根本就是一个体。它有个体，由体而生用，叫体用不二，体用论，就是我们中国哲学最根本的一个方法论。有这个体才能生用，体用不二啊，所以本体就这个意思。就根据刚才究其真理，宇宙最究其真理呢，它是无限的一种功用，无限的智慧潜能，它能够升起各种功用，灵妙莫测各种功用都能升起，这叫本体啊。那本体的性质呢，它一面超越这个万物，宇宙万物，又内在宇宙万物，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对不对？就超越什么又内在呢？它这个超越的意思不是空间的超越，空间超越的话，你就都有区隔，有隔阂了嘛。像基督教就这样讲嘛，上帝超越我们，因为我们是非常卑微的，上帝高高在上，那就不是我们所讲的超越的意思。超越一点，空间都超越了，空间都超越掉了，所以根本没有方位，没有上下左右方位可言，跟我们一体的意思，就是本体跟我们是一体的东西，本体在万物之内，万物也在本体之内，这是易经啊，古代易经讲本体，太极本体就是这个意思，是一体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本体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去，超越即超越，又内在啊，这就是这个本体的意思啊，所以《易经》讲，他说这个神无方亦无体。我先讲这个
易经讲的神什么？阴阳不测之谓神呢？它是阴阳的妙用，它是没办法测用头脑去测度的，头脑思维是有限的，没办法，我们没办法了解它的阴阳。嗯，阴阳不测叫做神，所以这个神这个比喻的说法，就是本体这个本体太极本体这个非常灵妙莫测的那个功用，就叫做这个神，把它比喻为神，不是我们相信的那个神明，不是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请大家，我们读中国哲学的时候，应该了解这一点啊、哦。神无方亦无体，就是《易经》里面讲的话，它没有方位，没有上下左右的方位，啊，也没有一个被不被形体所束缚。形体是我们现象界的东西，它超越了我们这个现象界，啊，这超越了方位，上下左右的方位，所以是一体的。本体是跟我们一体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也在它里面，哦，这是意思啊。这个是易经的本体论这样讲，那么我们佛法讲说真如离缘觉相，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也是同样的道理，超越真如，超越语言能表达的范围，超越了我们的生命，但是又内在于我们的生命，就超越就是这个离缘觉相，这个超越是于是在超越的空性中，如如就是说不能用语言表达叫如如了，如其所如啊，在空性中具足无限的功德妙用，这是佛教的讲法，跟这个我们儒教圣人所讲的是有共同的地方啊。所以本体是内在于一切，又一切也在本体当中啊。由此可知，人天地人本来是一体，那儒教讲天地人一体是这个意思。天的本体嘛，最高的真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在它里面啊，所以这样就可以解释这宇宙万物的创造跟那个活力，你在宇宙万物的这种创造是需要很高的智慧，那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去啊，仁爱这个东西是我们生命，是本体啊，本体的功能德用，仁爱存成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啊，这儒家的道理跟佛教的道理是一样的。大自然有各种，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 natural intelligence 自然智能啊，为什么动植物都有那么共里面的功用？等一下我们讲那个植物它怎么吸收，把碳氧吸进去，吐出氧，加以分解再养出来，这是一种高度的智慧啊，高度的智能，这就是在里面有本体在生命里做什么重要用啊，这样。所以底下讲这个本体啊，就讲完了啊。本体的超越性，一方面超越，一方面内在遍在一切，既超越又内在，表面的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刚才讲这，它不是空间的超越，不是，空间都已经破除掉了。所以跟我们是一体的东西，超越就是一体，一体性，同意思啊，同一病子，就是天地人一体的精义所在。如果讲天地人一体嘛，就这个意思。要么超越又内在，所以一体的，天地人一体的啊。尤其可是天道虽然超越我们的生命嘛，但是它又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叫自是我们至善本质。如果讲至善本性，本性至善的。为什么天道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就是性命，至善本性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这个意思。讲性命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由此可见，易经跟儒家所讲的神跟鬼神，并不是世俗宗教跟有神论所说的那个外在于我们的那个人格性的神啊，人一个人格会发脾气啊，会跟你讲成，不是那种神。那有神论神不是我们易经哲。这个道家哲学跟这个什么儒家哲学讲的那个神不是这种神，不是这种神啊。所以神者道之用也。儒家、道家跟佛家所讲的这个神，是道的妙用，
最高宇宙最高的本体，最高智慧的，他神功用比喻为神，比喻为神，而不是说在这个道之上，道是最高的真理嘛，上面又有另外一个神，这是不对的，这是有神论，这基督教讲的那个神，这样子，这不是，这不是我们中国哲学、易经、儒家、道家所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有被认为误认为是无神论，这不对，不是无神论，它超越有神跟无神的对立，而是本体论。本体论啊，我们所讲中国哲学了不起，就是无就是本体论啊，超越有神跟无神的对立，有点对立啊。好，那么底下解释的这个中庸说，中庸中庸就是中庸之道吧哈，四书里面包括中庸嘛，就是孔子的那个智慧的教导，由他的顺的指示写出来的。中庸啊，成则天之道也，成则人道也啊。诚非常深广，不是有诚意那个意思，不是。诚是什么意思呢？诚是无我无私，天道是无我无私的，有私的话就不是天道了啊，没有私心啊，没有我啊。真实望非常真实，没有希望的，天道是没有希望，虚假的啊。信实无私，他是非常的信实，非常诚有诚信的。你看这个地球绕着这个太阳在旋转，一天一次是365天，不会有闪失。啊，地球自转一圈是24小时，这个已经持续了41年了，都没有改变。这诚信无私，这天道的运行是诚信无私的。啊，再来就是仁爱纯诚，仁爱。仁爱包括在这诚，包括仁爱啊，宇宙充满了仁爱了啊。我们所吃的东西、水果、蔬菜啊，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的水，我们这理所都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在古代的圣人呢，从易经的圣人到什么，到这个宋朝的那个理学家研究天理的大学者二程兄弟啊，朱子。甚至到明朝，这个清朝一个年轻学者叫谭嗣同，谭嗣知道吗？哈，被杀头了，因为要改革，被杀头了。谭嗣同，他们能体验到这个神人呢、啊，人跟诚，人的是什么东西？宇宙万物创造里面，就充满了这个人那个仁爱。那么西方的这个科学家、哲学家也都体验到这个东西，宇宙的创造万物充满了爱。啊，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就引用这个牛顿，有人知道牛顿18世纪的美国大科学家嘛，对不对？牛顿的自传里面讲到，说当发现这万有引力的时候，就体验到万有引力本就是爱，就是上帝的爱，他说爱是宇宙遍在的能量，普遍存在的能量就是爱啊、嗯。那么引力的存在，在万有引力存在呢，正是无条件的爱的表达当中一个最根本的。影响最深的表现引力，这样解释啊。所以宇宙万物的创造，我们有水喝，有东西可以吃，那里面就有爱在里面了、啊。这西方的哲学家，甚至科学家共同体验到这个道理，就天道之诚，就是这样是吧？所以诚者天之道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天道跟人道是一体的啊。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天道啊，所以把这个天道自然实现出来。就是人之道，天道跟人那是一体的，把天道的自成实现出来，就是人之道啊、嗯。这个我们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念这个四书就是这样念的，但是没有国语，没有像普通话，就是闽南话，你们好干味啊，就行者天之道也，行之者人之道也啊，就是用这样念、嗯。以前不晓得什么意思，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嗯，可是还是做不到了，明白还是做不到啊。嗯那么这个诚是表现于大自然的周流运行，实现于人间，就是人之道，就是源自天道的仁爱纯诚，是最崇高的人文价值。天道跟人道是一体的，这样。底下讲仁则爱人，仁是什么意思？伦理讲仁就是人对人民有爱，爱一切人，一切大自然一切都能爱他啊。
《礼记》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古时候政治家呢，说就是爱人，仁爱，对人民仁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现在中国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啊，李泽厚就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德性，既世俗又神圣啊，既平凡又崇高，人因此成了什么呢？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依据啊。这个李泽厚一本书里面这样讲到，这人应该有仁爱和伟大。讲过啊。那么《中庸》里面讲，《中庸》啊，仁爱纯诚的德性啊，是天之道啊。人必须把敬天，才能够把这个天道的至诚实现人间啊。敬天爱人，人民爱物啊，并不是圣人所编造出来的一些头脑的观念、道德观念，而是什么呢？天道所禀赋于人的一个自然的德性。我们随顺这个自然德性的做人处事啊，就能够起而颠倒颠倒啊。所以这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所禀赋于我们的就是我们自身的本性，我们随顺的这个本性的做人处事就合乎天道，合乎天道啊。所以人道跟天道是一体的啊，这是儒家哲学的一个或者根本的道理啊。啊，那么天人一体在修行上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天道之诚既然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对不对？仁爱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就是性命，对不对？哈，只要我们反求诸己，往向里面求，不要到外面去求，你求也求不到，它就你在生命里面嘛，对不对？啊，所以论理讲啊，道不远人。道并没有离开我们的生命啊，但是有些修行人、修道的人呢，他以为道是外面的，所以拼命到外面求道。孔子说，这样就不是在修道了啊，不可以为道，就不是在修道了啊。说如你要讲，人远乎哉？人很远吗？没有，仁爱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我想要得人，你有志愿要得到人，就可以得，成就马上可以实现出来啊。中庸有一句话，中庸。说道也者，不可虚离矣。道是没有离开我们生命的啊。可离者会，如果离开了就不道。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道时时刻刻都跟我们同在啊。当下你就活在道里面去。如果以为道不在当下生命，而期待将来成道的话，那就这样不是在修道了啊。那这个见孔子这个见地呢，就跟佛家所讲道一样啊，跟佛讲的一样啊。佛家怎么讲呢？佛家说，众生具足至善本性。至善本性，以及从迷妄中觉醒的那个智慧潜能，这佛性跟如来藏，佛性就觉性啊，它是源自于真，这个我们佛性这个宇宙的那个最高本体叫真如，是同一个东西的啊。佛法修行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佛性的高贵潜能实现出来，当我们人能够贪嗔痴习性。的无明其性里面，跟他所造成的苦痛苦解脱出来的时候呢，就自然就流露出慈悲、大爱、包容、宽恕、喜悦、幸福、安乐这样的美好的精神本质，就是佛性的实现出来啊。去除贪嗔是烦恼，就是黑暗去除掉以后，光明自然显现出来，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佛教跟这个孔子的这个圣教是一样的，看到我们人的本性是光明的。非常光明的东西，只是被什么东西啊？被那个黑暗的东西、阴暗的东西、贪嗔痴浮现，把你掩盖住了。只有那个去除掉的话，就光明就显现出来了，光辉的德性就显现出来了，一样的道理，所以佛性既然是具足于我们的内心，对不对？跟孔子是讲道理嘛，具足我们生命中嘛。对不对啊？你要只要向心中去求道，不要就是以我就是佛自我勉励，我就是佛，佛的慈悲跟智慧就记住我生命，我应该把它实现出来，要实现出来，要以这样来自我勉励、自我期许，就是孔子所讲的“人远乎哉？
人很远吗？没有，人就在我生命里面，我要想实现就能实现出来，一样的意思啊，好不好啊？所以不可心外求佛，听过没有？佛教不可心外求佛，不可以把佛当作对象来求，有对象就我跟他的就对立了嘛，这个就有虚妄就不对了，它跟你是一体的，什么是对立的东西呢？所以不能说心外求佛，不能把佛当这个对象来追求，你就追求不到了，追求不到啊、嗯。这个跟孔子教导是一样的，非常像是一样啊、嗯。再来，就佛教修行不能自外于万物跟众生，而应该建立啊万物跟众生的亲密连结。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世间的万物了，而毕竟跟众生建立亲密的连结，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啊。嗯，这样的话呢，你才能破除你对我的执着，自私自利的那个心态才能破除掉啊，达至无我无私、慈悲大爱，就是类似于刚才讲禅、仁爱存诚，孔子讲这样子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佛教跟庄子跟道家共同提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对，庄子讲差不多这个意思啊。汉传佛教的大修行人就讲这个道理啊，当你有体验万物跟我是一体的时候呢，那个同体大悲啊，仁爱存诚就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就同体大悲。刚才我们林教授我提到这个同体大悲这个概念啊，无缘大慈就这个意思。当你有体验到众生万物跟我是一体的时候，自然就流得出来了，慈悲大爱就流得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们佛儒家所讲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大家知道谁讲的吗？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天地万物跟我是一体的，当你能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仁爱就表现出来了。这宋朝的一个大儒学家叫做程明道，听到没有？程明道兄弟讲的，程明道所讲的话，包容万物的那种德性，大地的德性我们必须要啊，那大地的德性就天的德，天道可成，所以人家按照天道来做人处事来生活，那就一切都圆满自足，没有问题的啊。就厚德载物，这意见里面就厚德载物啊，大地是厚德载物，要效法大地，这个叫厚德载物啊。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按照天道？没有，现在没有，真的没有啊！现在，你看大自然都是按照这天道来那个，它就没有问题。大这样子，森林跟树木，它是怎么样呢？它把那个我们二氧化碳吸进去，加以分解，把氧吐出来，供让我们跟动物来呼吸。它把碳留在体内，制造什么碳水化合物？那是叫自利利他，自己利益也利益一切众生。同体共生啊，就是天道，大自然万物能做到天道，跟人不是一样啊。人创造人的二氧化碳，知道二氧化碳对不对？造成了全球暖化，啊，气候变异，你现在这个问题都严重了。我们台湾过去是有台风的时候大豪雨，今年没有台风啊，豪雨成灾啊，比那个水台风更严重啊。中国大陆跟日本也是一样啊，这越来越气候越来越极端化，越严重。联合国那个气候变化委员会100多个专家共同，就85%就人为造成的，制造太多的二氧化碳，让造成全球暖化、气候变异，人要负责任了、人自己造的恶业啊、那么现在我们人不但这个制造太多二氧化碳，而且砍伐森林呢、砍伐树木，平均一年毁了100万亿株的森林呢，那是不是大自然失去了那个吸碳吐氧的功能就减弱了嘛？所以说我们这个暖化的地球暖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使我们面临的这个生存的严重危机啊。所以我们人类急需回归到天地人一体的天道，如是道这种圣人的智慧，我们人类现在迫切需要回归到圣人的智慧啊。那么底下呢，我来讲一讲啊，这个有两个，这个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儒释道的智慧跟那个德性，一个叫不伤害，不伤害，印度叫 ahimsa，
Ahimsa 印度文，是印度教跟佛教共同的追求的这个伦理价值观念，不但不杀害生命，也不伤害生命，不是破坏这个生态环境，不是不叫啊找先生啊，嗯，这儒家怎么讲？儒家是怎么讲？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有怜爱生命的那个德性，这跟阿先生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不伤害这个理阿先生这个理念呢，现在在全球已经扩展为慈悲、爱心、和平、非暴力、尊重生命、同理共生，这个叫全球伦理 （Global Ethics）， 跟什么普世价值 （Universal Value）。我们儒家不是儒家，儒家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嘛，跟佛家所讲的这个道理，已经成为一个普世价值啊，普世价值跟全球伦理啊，可以应用到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是和睦相处，与真诚相待，化暴力为祥和，世界才会真正的和平。这儒家圣教、佛家的圣教、道家给我们的启示，这是第一个，跟我们现在是密切相关的儒释道的这个圣教，第一智慧，第一个就是 ahimsa， 不伤害 non-harming。或者 non-violence 非暴力啊、那么第二个智慧跟德性跟我们现在相关的是什么呢？中道，大家听过中道这个名字没有？佛家跟儒家都以中道作为最高的真理，跟人最适合的一个行为的准则，中道生活啊。中道是中庸啊，孔子怎么讲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来，就是中道。那从前我读这个儒家思想，这就不能了解。喜怒哀乐是人的这个人情之常嘛？怎么说没发出来？就是中道。中道又是宇宙最高的真理啊！中也指天下之大本也，这中庸理解嘛？为什么这样？我就怀疑啊。到后来读了这王阳明的《传习录》，这我们这个林教授他有对这个本书啊有很好的注解跟解释。《传习录》听过没有？王阳明是明朝的大学者啊，儒家学者。这我才恍然大悟啊！他的学生问他说：“老师，我现在没有对这个名利地位、女色都没有贪爱，贪恋执着，那我算不是已经达到了未化之中呢？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来吗？”孔子就不是，你现在虽然没有贪欲，可是呢，贪欲的根还在，必须把贪欲的根能够。透过修行把去除掉，你才能够说未发之中，喜怒哀乐之中啊。所以我就恍然就明白了，就是你把去除的贪欲回归到你的天理，你的至善的本性就回归天理的时候，那才能叫中道啊，中道。所以这个儒家所讲的中道，跟佛家所讲的中道是一样的意思的啊。佛家所讲的这个中道是什么？我们至善本性。就体现你空性的生物，当你明白空的道理的时候，你就能够舍离贪嗔痴的习性，舍离二边的妄见，落入两边的那个妄见，就立于什么中道，不偏不倚的中道啊，中道。所以佛家讲融融虚空，适得其中。还没讲到哦，融融就。圣人之心像虚空那么广大，能够包容万物，包容万物，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偏向在哪一边，不会偏向立于中道。那么这句话呢，在我们的修行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就是什么呢？当你能够立于中道的时候，回归到本性的至善本性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对你的感情欲望不会压抑，也不会放纵啊。就我们修行人都好像哎，我这些我必须不能够压抑我的感情跟欲望，也必须压抑我的感情跟欲望，不能放纵，这是压抑啊，就是用道德观念来压抑你自己，这不对，这不好啊。另一个极端就是放纵什么？就放纵欲望，跟就是你被那股力量，一个无名力量来驱使你，这不对。所以圣人真的是没有压抑，也没有放纵，就立于中道。这孔子所讲的，一句话，
就是从心所欲。孔子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真心的真心的，你回到真心本性的时候，你就自由自在，不会有压抑，也不会一直放纵，不会被那个无名念把你气迫，也不会用道德观来压抑自己，不会。这个圣人中道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从以上儒道、儒家跟道家的圣教可以明白，现在社会偏重于享乐、物质享乐，更重于放纵欲望啊，而忽视心灵价值啊，可以说是有违背了圣人、儒教跟这个佛教的这个中道的这个圣教，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严重后果啊！偏离中道的话，你就造成严重后果。就你被那欲望驱使你走，满足你的欲望，满足享乐，重于放纵欲望的话，你也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就现在我们这个发生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啊。好，那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就是我们今天谈儒佛道的天人观呢、啊，儒佛道、儒家、道家的天人观、天人一体那个智慧，必须把天道之诚、仁爱纯诚、真实无妄，对不对？实践于人间，也就实现天道的无我无私、真实无妄，啊，信守无私跟仁爱纯诚这个天道，把它实现出来，啊，实现出来，啊，来代替自私、虚伪。跟贪婪啊，并且恪守作为天地正道的中道的生活方式跟行为的准则，回归中道啊，回归天道之诚，之诚的话就是中道嘛，诚者天之道也，诚实者人之道也啊。再来什么？这个诚者不免而终。诚是什么？就一定诚的话，一定忠。你回归到你的自身本性，一定是中道，不偏不倚，没有压抑，也没有放纵啊。这样，这个就是中道啊。注重物质跟精神价值的平等发展，物质跟精神平等发展啊，这个才能够解救我们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道德崩坏，跟精神变态。并且挽救生态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危机，哦，现在我们在面临这个危机，刚才讲到，又回归到中道，回归到天道之诚，仁爱纯诚，至善本性，才能够解决现在人类跟地球所面临这个危机，啊，那底下大家来跟着我念一句偈，是我写的偈文啊，偈文。大家跟着一起呢哈，手中纯诚，心地无非，何劳持戒？你心里面没有世间邪念，就不必守戒了，守戒不需要了啊。敬天爱人，慈悯不伤，自然合道啊。这样的话就圆满，我们这一切都圆满啊，就没有今天这个人类跟地球所面临的这个危机啊。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